什么？夫人，大喜啊！您肚子里的宝宝已经两个多月了。安大夫果然是当代神医，和某些招摇撞骗的假大夫就是不一样。胡说！唐大夫说了，夫人是因为担心小姐，导致孕期积聚于腹中，根本不是怀孕。你又知道了？你还没给夫人把脉呢，大哥。废话，你看那灵脉上全都是灰，一看牛老爷就去世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怀孕啊？还好什么脉啊？推理都推理得出来。什么？说得好！来人，把这个乱嚼舌根的假大夫给我轰出去！放给我！废话，夫人，您真的有喜了，这是双胞胎，一男一女，一黑一白啊！什么？真的吗？堵住他的嘴，往死里打！